精神状态都很还可以。吃饭呢？吃饭开始吃了，就上个星期，我其实上两个星期我就开始吃饭了。正不正常？很少。就是你现在刚做完手术一个月，现在要少量多餐，就是每次可能半碗，然后呢过两个小时再吃，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，少次少量多餐，然后呢还是要平时加强营养，把那些奶粉蛋白粉放在水里面多喝一些，这样的话你的营养就够哈。你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吃不下的吧？过年的时候就呕吐嘛，就吃下去就吐出来。对对对，吃什么吐什么，喝什么吐什么。然后打了化疗，免疫治疗会改善一些是吧？是啊，就打了化疗以后好了一些吧。好了，就完全可以吃啊。但是呢，可能后来还是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，又去做了化疗。但是反正我是这样想，医生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嘛，肯定听。就是当时我们觉得。光化疗免疫治疗效果没那么理想，留着说的没那么理想。做了放疗以后呢，现在呢又做完手术了，化疗免疫治疗放疗三种办法都上了，然后又做了手术，现在一术后一个月了，最高兴的是找不到肿瘤了，肿瘤全消了，所以百分之八九十的可能性是将来没问题。谢谢医生，谢谢陈。你就加强营养，多定期复查就行了。好的，非常好啊！感谢吧，感谢吧，兄弟。没事啊，好，行。